蚊蛛是非常怕强光的观赏植物，平时我们应摆放在阴凉通风处或者有微弱的散射光下来养护。如果直接将盆放在阳光下，很容易将蜘蛛晒出黄叶，严重还会整株枯萎。不要频繁的给它浇水，不然就容易引起烂根黄叶。在环境太干燥时，我们可以每天向蜘蛛洒水，来增加环境湿润度，以防止叶子干焦。多通风对菌子兰的生长好处很多。一方面，多通风能让菌子兰还能长一段时间，不会过早的进入休眠期；另一方面，多通风还能预防病虫害，能提高植株的抗病能力。除此之外，多通风菌子兰不容易烂根，即便温度比较高，通风好，安全度下没什么问题。否则，夏天盆土过于潮湿，菌子兰是很容易烂根的。月季喜酸还喜肥，雨水正合它的口味。淋雨后的月季，叶子更绿了，花也娇艳，更香甜。不过处在花期的月季，我们不要淋中雨、大雨，以防把花给打散了。琴叶榕是这几年很火的网红花，它的叶子硕大，像是小提琴一样，在客厅的茶几或者沙发旁边摆上一盆，感觉家里的格调都提升了。琴叶榕的叶片很大，夏天温度高的时候，我们要把它搬到室内有散射光的地方来培养。如果一旦暴晒，它的叶片上就会晒出斑点，斑点逐渐的扩大，最后整个叶片都干枯了。